太傅，我给你换了一个冰的帕子，这样你能好受一点。公主别管朕，朕不配被公主伺候。太傅，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呢？我怎么做你才能消气？你告诉我，我保证做到。公主不要再欺骗朕，不要再拍那种戏。 答应朕，太傅，我以后再也不会骗你了。但是，永远不拍亲热戏，我做不到。想必太傅还是穆廷州的时候，也不会答应这样的要求的。我是个演员，这是我的工作。 公主这么说，和让臣去死有何分别？臣无法照顾管教好公主，臣愧对先帝所托，当以死谢罪。臣留着这条老命，只会给公主添堵碍眼。太傅，太傅，别拦我！你冷静一点！别拦我！太傅，你要是死了，明朝怎么办？别拦我！你怎么能去寻死啊？让臣去死！